是好心意哇，阿哥有钱找你啊。而且年纪，甲当时对的找你较同款。黄天晴，你敢真正是找你？你妈已经开始怀疑，黄天晴就是伊找你。小姐，今嘛季尊已经倒转来啊。你得提防我找我查某囝的代志。当时啊，你先别说，你开始动作。我有爱防范，会当确定伊的身份。向琪阿姨哦，伊真正就完毕了呢。弟弟爹爹讲哦，伊适合做朋友、做工作伙伴，就是无适合做情侣。阿人你看到你就知啊。向琪阿姨，伊就是一位畅销的网络作家冰昌恒，本名叫做黄天晴，对吧？啊，我是想讲，邓姐，唔知有这个空间，会当去你的工作室，邓姐。我会记得我的查某囝的腰后边有一粒朱砂痣，安尼我就能确定伊的身份。原来是这面，就去要查到你厝的人。一定就是我思思念念的查某囝。今仔日我有准备一个足特别的礼物，要送妹妹。我多谢妹妹，赢了我的性命，好我的人生。每个五星级，将来的事情，你愿意给我吗？离开你头一天，心烦意乱愈苍苍；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底石头这呢重；离开你第三天。受痛苦甘愿，第四天爱恨交错，甘是错乱。第五天，我是假走找你的人。第六天，我怨天怨世间。借我三关怀，一直强忍，将要破落的目屎。面上假对你的爱，我痛在心内。爱情，我予你打败。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哪知？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抱着人生的期待，我笑笑三关怀。